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今天就美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一定要坚定回击外部势力的干扰。设立这个法案就是支持这个暴徒，透过他们其他一些的人权公义之名在香港里面是捞取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些的政治的利益，暴露他在香港这个事务上的这个险恶用心。他们粗暴干预我们本身